生哥好似好有兴趣啊，咁咧外边其他有啲人咧就话，哇都有兴趣去呢啲场，咁咧就。食物你又唔带，咁啊，因为问我嘛，佢话啊，咁咧就吓可唔可以自己带嘢食烧鸡？梗系得啦，系唔得你带添啊？食少啲佢嗰啲嘢嘛，嗰啲嘢俾你又唔理食嘅，吓唔系唔系，系即系如果你想我去咧，我会安排我食嘅嘢。我真系梗系想你去啦，又有酒饮又靓嘅食。明唔明啊？系你仲好叫阿齐哥安排，因为我对生活有要求，唔同你啊，我都有要求噶。我嗱真嘅，我冇即系你知道我一穷二白啦，但系咧我情愿悭多几餐，我食一餐好嘅，好过咧就是、餐餐都设办法食得好嘅，但系咧变咗半桶水仲衰吓。你讲你个拍档啊，以前个拍档啊。我今天撞到他啊，哎，以后很开心啊，梗系啦，火烧旗杆啦，哎，啊，所以你见到我咧，我一身嘅写照系咁几悲凉，唔系悲凉，冇咁讲，你大佬起码你有得做啊，过完年话有7000间食咩零售食肆执笠啊，大佬7000啊，唔系700啊，系啊，呢点死啊呢铺真系，咁啊自知死地而后生。嗱，我成日都觉得，唔系，首先要装备好自己，系啊，遇到任何逆境咧，你咪设办法打出自己嘅位置出嚟咯。7000间系啊，你唔知有冇，即系我谂你，我又唔能够话佢乱噏，佢可能真系有个数据喺度。系嘛？香港大概几间食肆咧？大概咧30000几啊？系好似系30000几，但系佢应该系零售，唔系系零售，系包埋零售吓，即系唔系纯粹系食店嘅。咁都系一个好大嘅、嗯。但我自己觉得系重整一下啦，因为咧相当部分咧以前咧太过倾向自由行客啊。吓佢一话抽起唔俾自由行嚟咧，你就死得啦，证明你个经济咧系唔健康咯。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你香港虽然系国际都会啫，但你个租冇理由全世界最贵嘅。哇，卖鱼蛋嘅先可以顶得住40万租，讲唔通嘅。啊，咩40万租啊？嗰个三角位40万广场对面嗰度，200万租啊！以前大上海个位啊，初租140000都未加到，而家惨啦。我朋友做嗰个。执咗3间啊，大佬！哇，喺有人咧就铺出嚟咧，就话诶，佢哋宵夜食咧唔使吉嘅，系啊，有啲铺个网喺上边啊嘛。哇，我睇到有车花青鱼、哦，系啊系。哇，喺咁鬼招积嘅，哇，下边嗰条嗱黄腊仓唔好摆出嚟吓，我麻麻地中意食黄腊仓嘅，黄腊仓系养鱼嚟嘅吓，系真肉质就麻麻地嘅啫吓吓。啊嗱，下呢个好嘢，呢个咦有啲鸡肉喎，嚟啦嗱，班哥，呢两条花青鱼犀利啊，青花鱼啊，青花鱼啊犀利啊，日本人好兴做双鸭寿司嘅，系啊，双鸭吓，搵啲醋咧腌一腌佢，双鸭都系叫做关西啊，啊关西风啊，关西风啊，咁啊关东就煮唔同嘅，系诶，即系佢哋自己日本人都分噶嘛，即系分流派嘅，做寿司都分嘅。啊，虽然你成日去日本啫，我都知少少嘅。你点同咧？你有个班嫂喺度，班嫂日本通啊，啊，唔关佢事。其实真系吓，啊，我真系要请个班嫂食饭。点成日讲佢 ？OK， 哦 ，OK， 嬲噶。啊，我诶，唔好嬲。讲我多啲，讲你 OK。咁交俾你讲啦。系啊，请你有冇相咧？系。咦？饮酒啊？唔系嗱。我嗰日你嚟成日接我车，接我嗰度咧，楼下开咗一新铺嘛。你又去帮衬下？系啊，叫 Red Lobster， 即系红色嘅龙虾。唔系啩？系啊，你楼下成日有红马啊，有成嘅喎。冇咗啦，冇咗好耐啦，冇咗10年都有啊，系咪啊？因为 Red Lobster 咧，我真系当时唔知道啊。啊，楼上就系班哥啊，真系。佢度咧就系有喺佢呢个系美国好出名嘅海鲜连锁店。嗯，即系专卖嘅，唔系我自己觉得咧，嗰度个位咧，即系嗱，因为我跟阿博士讲，系啊，风水唔得，即系扯得犀利啊嘛，系啦，系冇人流之外咧，财来财去，系啊系啊，
你见到前面条路咧，出咁转噶嘛？但系佢而家唔服输又嘅嚟，即系一鸡死一鸡命。嗱，你喺度住咗37年，你有冇见过有一间发达咧？冇，执晒，连大院曾经喺嗰度咧占咗大半个 block 咧，都有一间叫做美味厨，就做咗30几年啦。在对面来的。是啊。但是你知不知道美味厨当年买个果精种几贵？是啊。几贵，我有去吃过、啊。但是他说现在即近年即是今年美味厨都没钱赚，所以赚3000元叫不用蚀。赚3000元不要赚。他好在说他当年好在铺位是自己买了的。哇。所以现在恒隆收晒了地铺。是吗？恒隆啊收晒。收上面啊。你中了两口钉在这里很难收你的。收就计数啫。计数啫。对吧收我就回大湾区住咯那怎么啫。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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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是啦这个就是餐厅的内面的装修里面的装修。我经常觉得。是有些美国风。那些餐厅呢花费在装修上面太犀利。怎样啊你真系讲嘢，人哋你叫人哋嚟同你装修啊，冇花咁上下钱，人哋唔同你做添啊！而家唔系咁大支嘢话，而家大把嘢捞啊，装修好做装修嚟噶，咪剥完又嚟过几个人嚟啊！你头先讲得啱啊，农历年后咩啊？你有个老友即系我又识啊，阿超哥咧、啊，你快啲约阿班哥嚟食一餐啦！系啊，唔做执啦，唔做啦，唔做得，我得几悲凉啊！真系冇办法嘅，真因为呢啲做食肆啲嘢唔你边有手啊，大佬系点手啊？一开门就咁嘅脾肺，点手啊？真系啱啊！同埋香港啲咁嘅租金咁嘅嘢，冇、嗯。你唔同话冇错，啲业主都有良心，话减你20%、30%或者减10%，冇用噶，送俾你死冇客就系啊，灯油火蜡唔使钱啊，送俾你死，真系送俾你，真系，继续继续继续，系，仲有冇相啊？咪住先，呢个咩芝士球啊？唔系，佢咧咁样，你食嘢咧，系佢咧坐低就俾一份呢啲咁啊，好似叫做粟米嘅面包俾你，诶。在欧洲好兴，系咪啊？之前有啲 snack 咁嗰啲，佢唔系佢面包嚟噶，系面包，但系佢系好似粟米，有啲粟米粒咁样噶，系、啊、都几得意噶。但系又系即系又系好重牛油味，我唔系咁中意。喂，你自己西厨出身，话、啊、重牛油味，咁人哋系咁样样味，就系啦、啊，即系唔系，即系牛油系衬粟米噶。嗱、啊，讲真、嗯，全世界餐咧。最难食就美国餐，全世界咖啡最难饮系美国咖啡，颜色水嚟嘅，系啊，真系真冇咖啡味，冇咖啡味，系啊，但美国人好奇怪嘅，个沙包卖到周围啊，系而家冇啦，冇啦，俾人装修，系嘛？其实咖啡最好赚，系咖啡大概一杯咖啡系2元多啲啦，成本系。卖几钱你话啦？嗯，你饮惯你知，我好少饮，起码30元系嘛？你 Starbucks 系30元起，30元啊，几好赚啊！系啊，所以贵贵租，佢贵贵租都咁租啊！卖水系最好赚噶啦，系咪啊？啱啊！啊，你话喂，你话卖嗰啲 cocktail 啊，成酒都系啦。系啊，点啊？你讲啊，你讲。而家30元唔得，40元啊，差唔多。七百啊？40元啊？2元咪成20倍咯。系啊，20倍啊，真系噶，你饮都翻噶，唔系，睇到啲有啲朋友买，系要真系要40元。我个仔都话：哎呀，我唔去啦，我翻到屋企饮我老豆嗰啲啊。咁啊，几哇靓过几多啊，大佬？咁呢啲系即系证明你个仔有思想啦，唔系败家仔咯。但佢老豆冇思想啊嘛。唔系佢老豆冇办法，佢老豆物质好紧要噶，系有种工就物质啊，物食当三饭，好紧要噶。继续，相啊阵咧，嗱，哎呀，又影翻呢度，又影翻入边，继续，又影翻。咪咁嗱呢个啦，拿波里披萨系咪啊？
系啊，因为系咁样样嘅，大概佢系咁长形嘅，佢做到就唔系圆形嘅，而且咧系好鬼嗱，呢个系太工整啦。我喺拿波里咧食过咧，人哋系乱整嘅个形。呢个系系但系长78蚊贵唔贵啊？咁平嘅平啊？你有咩馅先？有啲芝士，有啲少少海鲜嗰啲咯。唔系都几大下，几长下噶，系啊系啊，算平啦，大佬啊！即系你可以一个人当一个餐食咯。你如果你去你 Pizza Hut 都唔得啦，如果你去 Pizza Express 啊嗰啲更加唔得啦。我真系讲出嚟，我自己好自卑，我未去过 Pizza Hut。哇！佢嗰个香蒜肉。肉咩咩肉碎意粉好香，我未去过，真系唔系啩？系啊，真系我坦白，我下次外卖一个俾你试下。冇啊，即系咩披萨黑咩披萨嗰啲好少去，真系未去过啊。喺边度？系咪美心买咗噶？好似系啊。披萨黑系咪？系好似系啊。你譬如 Pizza Express 咯，系嘛？英伦风格哦。Pizza Express 我知道最近开了一间在这个红磡那里近住海日酒店旁边那里是不是那个又死位来的他又够胆开不你可以我找一次同你不过 Pizza 一个人吃不完的吃不完的起码几个人呢 Pizza 呢、我喜欢吃 Pizza 是薄的皮千万不要厚厚有厚薄有薄我真的薄的你喜欢脆的还是软的脆的是我冇咁滞啊，系冇咁滞。口批咧，真系咧几嘢已经塞饱咗啦。我通常都刨啲白松龙喺上边。你唔好死住啊，大佬，讲埋个节目先。阿法西斯系咪激死啊？好啊，你继续。爷爷咁精致嘅，诶呢个系一个餐嚟噶，唔系点解咁多铁叉咁样？系嗰烧嗰啲虾啊，即系嗰啲虾啊，咁滋整啊，系啊，美式啊，有饭有剩噶，系啊，又系一个餐，又系70几蚊啫嘛，唔贵呢个，哦，70几蚊，我嗱佢有菜啦，有虾啦，系啲虾佢系嗰个系叫做咩虾喎？佢哋美国出嚟嗰啲虾，唔知咩边度地方，唔系地中海嘅啊，系美国好难地中海啦，唔知咩虾嚟嘅，大西洋啦，系好似系嗰啲几靓啲虾，几好食噶，哦，几好食，咁你70几蚊，你都赚就好紧要噶咯，系啊。仲有另一张，唔怪嗰度近来咧 double parking 得咁紧要啦，唔系佢真系好旺，唔知点解，唔知系咪即系你等下我每次转入嚟咧，我都要咬个大弯先，唔知系咪而家唔知系咪新开张就吸引啲人，但系我等下同你讲仲过瘾，系啊，继续。嗱，我食咗呢个 pasta， 呢个 pasta 有啲睇头喎，嗱，睇个意粉绿嘅，系啊，绿。整个意粉做得几好喎、啊！佢、又系又系嗰只大虾嗰啲虾，你咁中意全部都系海鲜嘅？唔系咁一家人食咁一人一份啊嘛，大佬。哦，咁、我唔通话要逼人哋你唔好食海鲜食咁啊？冇你咁专制啊？都唔出真系唔得嘅，大佬食嘢都冇自由做。我食嘢好自由嘅，好自由嘅。即系你唔够逼，你唔通你逼啊？你个仔要一定要食乜食乜？唔会噶，佢而家食嘢食哇食几多嘢真系。系啊。你今晚预备多啲俾佢啊！冇问题，俾只青，俾只猪手佢食先。俾猪手佢啖下先。呢个咧，如果你喺意大利咧，佢唔会咁少番茄俾你。系啊，吓一定咧系多啲嘅。嗱，但系呢间嘢咧好重皮喎，请几个，即系我唔系话崇洋啊。嗯，可能美国嚟请几个鬼佬厨师。我以为请鬼佬侍应啦，鬼佬侍应兼职嘅就好多系学生嚟嘅。唔系，系中国人同埋嗰啲彬彬有啲做侍应。系，但系嗰个管理个系鬼佬嚟嘅，但系厨师都系鬼佬。哇，咁就重皮喎。重皮，我唔知玩得几耐啊。哦，這是真嘅，唔知玩得几耐啊，大佬。唔系证明呢啲咁嘅洋人咧，唔知道上咁多手咧，系手手都失败。嗰度冇一个成功过，系啊，冇真系冇一个成功过，所以话咧，嗱，从呢个风水玄学嘅角度去睇咧，我堪舆过，你知道我成日经过嗰度咧，
系嗰个位系差好远。嗱，你又唔好认咁靓。你话我，你话你直觉上感到啫，唔系啊。你虽然你跟阿蒋博士耐啫，但你唔能够代替佢讲嘢。不过佢唔代替到啦。咁咪咯，人哋唔同。死啦！我而家跟得法西斯多咧，嚣咗啊！系啊，你唔踏实。你话我，你话。直觉上你觉得呢度系唔好做啫，但直觉好紧要嘅。我讲嘢有冇艺术咧？叻过林郑月娥。咁啊，咁啊，呢个真嘅噃。系系，我肯定呢样嘢。你佢应该揾我做代言人啦，发言人啦，做华春莹嘅位啊，华春莹个。华春莹嗰位，人哋华春莹啊，而家成日人哋怀疑佢啊，究竟仲可唔可以做落去啊？吓，佢究竟系咪佢自己都想走去美国啊？呢个事实噶，系啊，呢啲系好 common 嘅嘢嚟噶，你唔好以为啊，佢听日就去咗美国，你真定噶？啊，冇问题噶，呢啲系嘛？啊，越口中越嗌个角咧，越走得快。呢个事实嚟，系好好好，几好 p a 做得好啊，系即系你话斋七成熟有弹弹啲牙，唔系最其实真系嘅。当你识得欣赏点解人哋系要搞到六七成熟，系啊，就算数咧，你就知道啦。唔系一团粉塞落个，你要尊重人哋嗰个传统。传统美食的传统啊，系嘛，唔系话你叻晒噶。对对对对对对对，仲有冇送啊？有啊，应该有。冇啦咩？嗱，哇，唔系啩？哇，一家人食个龙虾咁巴结米。你听我讲先，呢啲系招牌货，即系佢一定要教你食噶。哦，同埋因为佢目的就系呢啲系咪叫南龙啊？波士顿龙虾吓，佢目的就系卖呢只龙虾啫，有个鱼缸养龙虾嘅。新鲜的是啊，又即买即做的，又奶又出啊，200几蚊一磅噶，唔平噶，唔平喎，喂，呢一只起码都差唔多一磅几啦，300几蚊噶，嗱嗰只就烚嘅，啲就芝士焗嘅，哇，两只添啊，你系咪你家系咪唔系我唔能我冇讲得咁刻薄话，你系咪老花咧？唔好话你盲咗，呢个梗系两只，我即你三个人食两只咁犀利啊！我为了做节目，我自己揞钱我都做噶。我唔系啊！我记得初节目嘅时候，我问过大声哥，咁我哋去试食食嘢嗰啲开单。你傻噶你傻，系啊，就咁答我咩？我系大声咁讲啦，大佬，你真系食咗吉品包咪晕喺度。食个天狗翅啊！大家大声哥话，不如我去食啊，大佬。佢真系咁话我，你咪傻咗啊？唔系真系，所以我哋好惨嘅呢个节目，嗱冇经费嘅呢啲系佢招牌菜就系呢啲啊嘛，系就系佢主力就系卖龙虾就大佬，就系卖呢啲波笋龙虾。嗱我一次嗱呢个仲有。啊边个啊？我哋嗰个阿朱莉亚边个啊？阿祖莉亚，祖莉亚，你查一查。其实呢只唔系应该叫龙虾嘅，叫 crayfish。啊，你识呢下嘢？祖莉亚有学问啊嘛，唔同你啊。佢其实唔系龙虾嚟噶。系啊系啊，真呢样真。佢哋龙虾系指咩咧？系啊，系指一啲嘅细嗰啲虾仔。系啊。有鋼嗰啲細嘅，係白色，又有一笪橙紅咁樣嗰啲，嗰啲佢哋叫嗰啲做龍蝦。唔係噶，班哥嗱，班哥教識你哋好多嘢啊嚇！唔係我想知呢個咧，佢係用芝士，然後香草咁樣，係劏開個肚就揚啲落去咯，即係佢個吸引就話我成隻俾你原汁原味，同埋喺個缸度撈俾你。佢有缸好大噶，因為而家嗰啲缸佢擺喺餐廳入邊都得噶，冇問題。但係嗰啲缸唔平，好貴噶。因为嗰套泪水嗰套嘢好贵，死啦！呢间嘢做唔做得长啊？唔知道，但系咁重投资啊！哇，喂，你呢一餐落楼咪千几蚊吓？冇所谓啦，我为咗节目，我自己贴钱都做嘅。啊，好彩我行呢个平民路线。我仲有啊，系啊，唔系啩？第二日我去第二间食，
比较一下，嗱嗱，仲有嗱，系佢呢幅相咧就系佢话俾你听，捉龙系啦，原来咧。但系嗰上面有隻漁船，就將嗰啲網嗰啲沉龍啊沉箱擺落去，一次過好似沉好多個嘅，就啲龍蝦咧就唔知點樣游翻入去咁樣嘅。哦，游咗去出唔翻嚟，出唔翻嚟就咁樣，啊、即係唔係用嗰啲拖網拖嘅，係咁樣嘅原來。嗱，我真係我係知道咧，喺美國咧以前張五常係。有个在海边的场呢就专是养龙虾的嘛。是啊。吓、啊。咁佢自吹自擂得好犀利的嘛。张五常呢个人呢是。佢呢古今中外冇人夠佢諗㗎。算人哋呀。唔夠佢諗㗎。唔夠佢諗。佢卖古董出咗事。卖出咗事。同埋嗰个停车场出咗事。是。原本 Wilson 是他的嘛，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大家估不到 Wilson 停车场，那现在是不是追杀他了？没有，他躲在深圳，在深圳现在开了一间酒楼、啊、因为为什么 他现在不可以回香港也不去到美国的、啊、因为他的古董买卖呢、嗯、人家认为他不知道，但是他呢、啊、是鬼才来的，都 是, 是、啊、你都是鬼才、啊、真的这么算、嗯、一般而已啊，还有没有照片啊？还有没有啊？嗱嗱系，咦？你我解释你听先。系嗱，隔一日咧，我呢、這个系中式嘅。系啊系啊，你点知啊？其实我眼盲嘅。呢、啊這个咧就系、是、隔一日，系我就去饮茶，系去嗰、那个诶谢飞道嗰啲叫龙门居啊饮茶。咁咧，佢又有个龙虾套餐。系啊，哇！诶、哎，哇！系稀客哦，稀客啊，要作翻手持先入得嚟啊，大佬。阿边个啊？最呢、這个成就奖喎、啊，系终身成就奖，犀利犀利犀利，才子才子才子啊！我哋唔爆，我哋唔讲名，留翻下一个节目先讲啊！喂喂，有嘉宾嚟咗，继续你影几幅相先，继续七阿阿嗱，仲、啊啊、有西米露啊，唔系吞埋佢，系有四幅相啦，听嚟快快脆脆啦，系仲有仲有，系继续嗱，鲍鱼鲍鱼，喂又快得仔，讲完鲍鱼，你听我讲先，荷叶啊！你听我讲先，呢、這个系虫草花蒸鸡，系198元，四样嘢抵唔抵？唔系啩？系世界咁难捞啊！系啊，哇！贱物斗穷人、啊，燕窝啊，嗰、那个系燕窝嚟噶，虽然少少一点点啊，一点点加啲雪耳落去咪得咯？唔系，燕窝嚟噶，椰嗰个咩汁燕窝，另外椰汁燕窝，另外咧就系龙虾面，系。两只鲍鱼仔，系198元，你带菲菲食啊，包佢饱。但系仲有虫草花蒸鸡，我望落个龙虾唔系新鲜噶。哎呀，咁你都知啊？我盲噶，系急冻噶。龙虾应该大概嗱，点解咧？你一睇咧，佢个龙虾整出嚟咧，佢啲肉冇咁样崩起咧。系啊。就知道唔新鮮，但阿梁生198元，你想食咩？咁啊系，我只咁啊系咁依发下啫。你去间 Red Lobster 净系只龙虾都300多啊，大佬！一只龙虾咁你喂大佬啊，人哋喺个江嗰度咁游下游下噶嘛。即系我而家就同你讲嗱，系你想食嘢，封建诱人啦。系，但呢个系中式做法。但系咧喺而家呢一刻咧，我发觉我语言上边有障碍啦。系嘛？吓，交翻出去。Okay.